回来了，这什么呀？你大早干嘛去了？礼物啊。给我的吗？嗯。是不是给我的？你想什么礼物啊？嗯，我想要你。那我把我冲在箱子里面。好吧。一大早的给哪个小姑娘发微信呢？啊，小脸还红扑扑的啊，干什么呢？什么扑啊？天热我热的，我上火我上脸不行。大秋天的热什么热？热你把外套脱了。哎，你不要动我，你羡慕我年轻火力旺是不是？行了，别贫了，快点进来帮忙。行。笑什么呢？嗯，我就是在笑。前天的时候我们还是那样的关系，今天呢我们就手牵着手走在去上班的路上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这有什么好笑的呀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什么东西忘带了？我忽然想起来，你说我们没在一起的时候我叫你郭老师，这都在一起了我还叫你郭老师，这不是显得有点生疏了吗？不如我们换个称呼吧，就叫你虫虫。不行。哎，那要是不行的话，蝈蝈也行啊。听着跟昆虫一样。你们能换个别的科目啊？那我想一想啊。不如我叫你郭先生吧。因为在民国时期，先生有老师的意思，也有老公的意思。郭先生、郭太太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郭先生，这是我的郭太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都到学校门口了。这到学校门口怎么了？你还怕人看见啊？不是。行了，你快去店里吧，等我下班了，我来接你啊。可是这距离你下班来接我还有十多个小时呢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我也不想跟你分开啊。其实你仔细一想啊，咱俩离得也没多远啊。你好好上班，我好好上课。嗯，可是在我的字典里，只要不是一直待在一起，这就叫异地恋。我不想跟你谈异地恋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啊？可是你不就是喜欢这小孩的样子吗？对吧？对。嗯，那我看你态度这么好，不如我奖励你个 goodbye kiss 吧。在这儿啊？嗯，就在这个我们认识、熟悉、喜欢上你的地方。嗯。好吧，快去店里吧。嗯。下班我来接你啊。嗯。嗯。去吧。拜拜。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在聊什么呢？郭老师，你谈恋爱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不要聊跟课堂无关的话题了。郭老师，你没有否认哦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对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有。行了行行，别闹了，认真上课。没错，我是恋爱了。哇！太多元什么？是谁啊？艾米学姐吗？是。哇！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有。郭老师，你真和艾米学姐恋爱了，这也太传奇了。这很传奇吗？可能你们是觉得我比艾米学姐大很多岁吧。但其实岁数又算什么呢？鲁迅先生比徐广平大了整整18岁，温庭筠和鱼玄机整整差了32岁。那要说传奇的话，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传奇，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传奇，卓文君舍弃贫富下嫁司马相如，这更是传奇啊！如果要是别的系的学生感慨一下我的八卦，觉得是传奇，那也就罢了。你们可是历史系啊，未免见识也太少了吧！一切传奇，皆存在于历史，也存在于当下。历史和当下，是不可分割来看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郭老师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爱情传奇的细节呢？我们也想深入学习研究一下。是。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如果你们想听我的传奇爱情的话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，我要听你们的。这个月我给大家布置一篇小论文，你们回去以后要把心里真正认为的一段传奇的故事把它写出来，题材不限啊。当然当然，我也会写一篇的，到时候回来咱们比一下谁的故事更传奇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从现在开始别再八卦了，上课上课上课。好。今天我叫大家来呀，其实是有个目的的。嗯。哎呀，你快说啊，急死！别打岔。哎呀，烂书本，别紧张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拒绝拒绝拒绝。哎呀！哎，你们差不多得了啊，你们肯定自己都看出来了。干什么了？不懂啊，这不就一个老师和一学生吗？对呀、啊，在我们的眼里，只有师生关系，还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们是看不出来，我们情商低呀、啊。关键是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，郭老师？一个五句话被强调两句。对呀。那行吧，那个我们家先生有点害羞。先生？没说错呀，教书都叫先生。不然。那我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哎呦，刚认识你啊，还自我介绍呢。哎，我这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哦，我现在是郭城的女朋友，所以呢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们应该叫我一声二嫂。二嫂？哎，你知道郭老二在我们这儿叫老二，那应该怎么称呼？老二嫂。那也不是不行，老二嫂就老二嫂。那老二嫂今天坐在这儿呢，就给大家简单的说几句。哎，不对，辈分乱了。大嫂大嫂，你先说。谁大嫂？你呀、啊。那么高兴啊。行，那大嫂不说，就二嫂来了啊。那个弟妹我就不客气了。有点意思啊。你们四个兄弟呢，平时关系挺好，但是我怎么听说，要不是借着今天这个给我开欢迎会的机会，你们已经好几天没聚了呢。
你说你们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搞这种小矛盾？郭老二，你们家这位怎么着就谈个恋爱要疯了？哇，语无伦次，得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们这么一闹也挺好的，因为我听说你们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这一骂醍醐灌顶，所以我们俩才在一起了。不也吧？哎，这么着，郭老二。既然事已至此啊，我们都心照不宣，都清楚了，我就问问啊，在那个一瞬间，你们俩是谁给谁表白的？哎，这还用问啊？就过来那怂，不是、那个肯定是艾米呀、太明显了啊！你这是，非也非也啊，士别三日，乃刮目相看，还真的是我表白的。哎，你跟我们说说，你那天怎么表白的？表白了之后，有。干点什么呢？我就顺其自然的怎么就说了一下。哎，那可不是，那天啊，郭老师他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跟我说，艾米，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好久了，是不是？郭老二，来，你的像从家里出来的。老丹，这么家具辛苦了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走了走了，好嘞好嘞，走了走了啊，哎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哎，哥几个啊，哎，咱们就散了啊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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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哎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哦哦，来，兄弟们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回去也太长时间了，干嘛去了？就是啊，哎，我跟老郭送完艾米之后，半天没看见你，干嘛去了？这不得先哄睡了，咱们就享受自由时光。哎呀，这个我懂你，这女人就是需要哄。哎，哄完了你心里就踏实了。我也哄哄我们家倩倩，不是你们，你们一个个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，今儿在老郭的车上，我已经吃饱了一把狗粮了，好不好？考虑一下我好不好、我可没让你上去啊。他们俩在车上腻吗？腻。单纯单纯了、啊、这哪是腻呀、啊、这是齁啊，你知道吗？太齁了、哎、我现在发现了，这个文化人这个浪起来真是太浪了吧。我给你学车怎么弄的啊，师傅，麻烦您个反光镜、后视镜往后调一调。艾米，老二，艾米，郭老师，艾米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太能造了。咱哥几个先把这来之不易的兄弟酒给喝了。来之不易的不只是兄弟情，还有郭老二，你的爱情。二哥，祝你幸福。没错，但是幸福肯定是要祝福的。但问题有个前提，我希望你可以不要过多的去消耗我们店长的精力啊。如果说迟到早退的话，扣工资就从你的分红里面扣。你都不关心你兄弟的精力吗？你精力很旺盛，不用担心。嗯，哥姐有没有发现，这郭老二自从谈恋爱之后，你看满面春光，跟打了鸡血一样。这不就是鲜花的魅力吗？不嘛，先生，不开玩笑了啊，说点正经的。我是真的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你们仨，也得感谢咱们那天吵的那一架。那你们骂的真对，一下给我骂醒了。你们不是一直问我要一个答案吗？我今天为什么要带艾米来吃这顿饭，就是为了要还给你们欠了你们那么久的那个答案。艾米就是我喜欢的女人，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儿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啊！是你们让我明白了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。这答案啊，其实一直就在心里呢。不管你怎么隐藏，怎么视而不见，它始终会出现在你眼前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。明儿周末。咱们四个又聚在一起了，我们约一场友谊先生足球赛。我们多久没踢球啊？人都以为我们足球队解散了呢。行，快，我同意。好嘞，嘿嘿。你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没有事儿。等会儿啊，
以我对童儿多年的了解，他这么吞吞吐吐是必定有好事儿。算是好事儿啊？好玩吗？好玩？不是跟谁呀？反正就是一群男男女女的。冷静，年轻吗？特别年轻。哇哦！踢什么球啊？带我一个。我也要去。哎，郭老二，我咱一块一块。不是你们三个确定要去？必须的呀！当然了，先生们共进退，一起浪，一起浪。确实是好事儿，确实有男有女。真是够年轻的。大明喜欢这个是吧？我也要。你们需要这个吗？大明，好。你们都来了。许多。带来这么多礼物，都不好拿吧？先生们，别发站了，过来吧。走，动吧，动吧，都来了，走。来，小朋友们，来，给你带的这个是你喜欢的呀。来，这里面。我想要的礼物呢？来，这个给你。看他们三个人玩的都挺开心的，因为你们都是孩子啊，没有代沟。哎，你说我们男人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，就越来越喜欢小孩了？你自己不还是个小孩？但是我想要个孩子。非常感谢你们几个能来啊，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。嗯，许多，嗯，子夜，从此以后这儿啊，不只是你们两个的家，也是我的家。欢迎你啊，陈先生，有位白医生来了。哦，白医生，哎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哎。那个，我叫你。啊？你怎么认识的？我。怪不得朋友圈给你点赞呢。我不是想着这不换季了吗？给孩子们检查检查身体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就你能有故事。哎，你这发小可以啊。嗯。啊。怎么样啊？去跟他们去玩。哎呦，这一天太累了。哎呀，跟小朋友在一起开心是开心啊，就是他们啊，就跟上了发条一样，永远使不完的劲儿，可不吗？哥儿几个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小孩一起玩？对啊。嗯。哎，不过我真没想到啊，这许多的肩上扛着这么多重要的事儿。不过跟孩子在一起确实挺好。嗯。看着他们整天无忧无虑的。自己的烦恼都没了，可不吗？成年人啊，之所以每天忧心忡忡的，就是因为想的事儿太多了。嗯，嗯，我得跟你们分享个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跟许多的，等会儿，你跟许多不会是有？这才同居多久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么快就搞定了？哎，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你得注意点，你这米可以先放在锅里，但是先别蒸熟了呀。就是想给你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百发百中啊。完了吧你？我们俩准备去趟南京。南京？在南京生啊？我们俩去南京是要创业，说不定马上就要成立一家公司。嗯，什么时候去啊？明儿早高铁，明儿早让我开车送你呗。
去南京你送我干嘛？那人家现在怀孕了，不得送一下，保护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想什么呢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在想啊，这个找资金开公司，确实是个挑战，而且还挺有风险的。可是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儿吗？可是这事儿到眼前了，还是有挺多顾虑的。没有挑战，怎么能突破自己？这不是你一直想说的话吗？你想啊，咱们这个年龄了，其实每个都有自己固有的视野，也就是舒适圈。想要走出这个舒适圈呢，确实是需要勇气的。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。我的勇气就是因为你不断的给我打气。其实你刚才说的非常好，我都到了这个年龄了，什么都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就应该走出当下人生的瓶颈，打破那个曾经自我、自私、自以为是的我自己。我的先生，加油！合作愉快。永远愉快。四郎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今天非要过来送我们俩，真正的目的是不是想趁我走这几天开我车呀？哎呀，掩饰不够好，被看出来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慢点开，别给我撞了。知道。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这副驾驶不能坐其他女人。哎呦，你俩这把狗粮撒的呀，真的是。先知道了，所有小姐姐全坐后面，好吧？后备箱够大。这不三排吗？有点悬啊，装不下。这么巧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我刚送完童宇跟许多，然后送完之后路过这儿就看见你在这儿。哦，那蛮巧的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吧。你别多想啊，我是本来给他们做完什么带走的，后来他们忘了，所以就给你了。嗯，好。嗯，那走了。嗯。那行，那我走了。你一路顺风啊。嗯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是来出差还是来度蜜月的？哎，等，哎，你不要讲啊。你让我猜呀，这兄弟。啊，我晓得了，你们肯定是来出差，顺带蜜月。阿石，哟，您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开出租车的，别的本事没得，看什么那就一个字，尊啊。你们两个人呢，脸上笑嘻嘻的，表情嘛，还有甜蜜的不得了，这一看嘛就是两口子。但是看你们两个人的穿着，这一看嘛，应该是商务人士，所以讲呢，你们两个人出差，顺带蜜月啊，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又堵了。上海也堵，早晚都堵，都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科学家，怎么就没得人研究让这个路不那么堵呢？Thank you.
刘总，这是未来三天您在南京的安排，您看一下。嗯。向大叔，怎么了？我晚上想跟你请两个小时的假。店里这么忙又请假啊？嗯。干嘛去？保密。好嘞，准了。耶，爱你哦。好。你好。高宇先生您好，我是高贺先生派来接您的，这边请。高总、沈总、童先生和许小姐已经到了。童先生、许小姐，来，请坐。我来介绍一下，我是腾飞网络的副总裁沈晨，这是我们市场部负责人王红，这位是腾飞网络这次谈判的总代表高贺。你好。你好。高先生好，我是许多，这位是我方代表童宇先生。童宇先生，非常了解。全自动物流体系的真正缔造者，荣幸。我也很荣幸。前智动科技 COO 许小姐是吗？百闻不如一见，果然气质非凡。坐吧。谢谢您的夸奖了。高先生才是气宇不凡，见到您很高兴。谢谢。开门见山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许小姐之前给我发的资料我都看过了，说实话，对比数据和文字，我更看重的是童宇先生真正的想法。今天早上我们俩在出租车上，司机说了一句特别有趣的话，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科学家，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真正可以解决交通的拥堵？你的回答是自动驾驶。这是我三年前的想法，我最近有了一些新想法。有点意思。据我了解，你来应该是寻求我们的资助的，以便继续你的自动驾驶项目，对吧？自动驾驶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我非常的珍视它。但最近这段时间我离职在家，思考了很多，反省了很多，最后这些思考和反省他们最终汇成了一句话，一个自动驾驶真的可以改变交通吗？改变不了交通，但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。没错，是可以更好，但是我想要的是彻底的改变。所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不是自动驾驶，而是智能交通系统。未来交通革命不是单一某项技术提升，而是整个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运用，而交通和道路就是他们的运行平台。只要给予平台一个足够强大的智能程序，它就可以管理其他的子程序，这样整个交通便宛如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智能系统。5G 时代来临，让所有的讯息行业互相连接，使得智能交通拥有无限可能。它会是全部路口智能红绿灯的合理分配，也会是智能交通预判引领，甚至会是城市高速智能控速的高级规划应用。它是从一到 N 拥有无限可能的智能掌控者，车辆、街道、路口，甚至是红绿灯，都是数据的一部分。数据合理分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缜密的体系，最大程度的减少甚至是完全消灭拥堵，给出行人更多效率，给安全更多保护，这
将是一个全新的交通世界。可能我这个想法会有些疯狂，但是我希望这一定会成为世界交通史上的一次最新的革新。谢谢。想法是好的。腾飞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军者，我相信你们现在想要进入智能科技这个行业，应该不是亦步亦趋的跟随，也是想要作为这个行业的老大吧。如果我给你们投资的话，你们什么时候拿出结果？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盈利？我一直认为时间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童先生，我是真的带着非常真诚的态度来跟你谈判的。你要知道，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如果寻求我们资助的话，或多或少会拿出自己的诚意或者改变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想法。高先生，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过来跟你们聊这个项目，不然我不会从上海来到这儿。但是我想说的，我在跟你们聊的不是一个项目，而是一个对于世界交通行业的革命性的设计。资本的市场瞬息万变，如果抓不住机会的话，行业的领头羊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别人。同样一个项目，如果被别人盯上的话，我想被人夺走成功的滋味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没错，逐利确实是市场的本质，但如果说眼里只有逐利的话，那个不叫投资，叫买卖。在我眼里，一个合格的投资人，他不仅要有眼光和格局，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对我的信心。看来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了。我刚才呢，只是很真诚的在表达我的想法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真是一次难忘的谈判啊！乙方首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随后呢，又否定了甲方的要求和需求。我活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可以了，今天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。高总，童宇先生这个人就是说话比较直接，希望你能理解啊。没关系，非常理解。对不起啊，浪费了各位宝贵的时间。但是我很开心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。谢谢。走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又冲动了？好不容易得来机会，就被我给搞砸了。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这就是你。你知道我想到这两个字，也是因为你。你到智动科技第一天，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。交通。你的这两个字交通啊，让我终身难忘，也是我想要去攻克这个想法的起点。这么说我还是功臣喽？你是最大的功臣。其实我要告诉你，你今天说的这个项目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项目。我要回去上个洗手间，你在车上等我几分钟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刚刚为什么不上啊？忽然想上了，不行啊。高总，借用您三分钟可以吗？你可以。谢谢。麻烦电脑借一下。
全开放道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，速度大概有50迈左右，完全没有辅助驾驶吗？完全没有。这是半年前，在我们好朋友的婚礼上，童宇先生用了3天时间做出的实验，也是我们公司做的最真实的一次项目展示了。资料里为什么没有这个视频？因为童宇觉得这只是一个实验，不是吹嘘的资本。我相信如果在别的团队，如果拿着这个视频，应该是一个讲故事很好的素材，非常好的素材。所以如果童宇拿着这个视频去寻求投资的话，我相信你早已经拿出合同来了。但他并没有这么做，他敢于质疑自己，甚至否定了自己相对成熟的自动驾驶项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仅仅想要个投资或者是一个舒适的温床，他是真的想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他是个天才，他不会去说一些美妙的故事，但他却会说不太好听的真话。我为他激动的情绪向您道歉，谢谢你的3分钟。想什么呢？没事。你呀，又要强颜欢笑了。我们呀，很多事情要换个不同的角度去想。我们只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们坚持下去就有意义。这只是第一次，对吗？请你不用劝我，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就即使咱们这事谈黄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就当旅游了呗，对吧？反正之前我已经答应你了，要带你出来放松一下。你倒是很机智啊，我带你出来出差，你见花献佛说带我旅游。说吧，明天想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，咱们就去哪儿。反正跟你在一起，不管去哪儿，我都很开心。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那么会说呢？那不是因为今天淘气了吗？可是说实话，今天这事儿真不怪我，就怪你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腰怎么抻到了？啊？嘴没亲腰着呀？没事吧？你过来一下这边，这边。哪边啊？这边。哪里是这儿。啊！你这个坏蛋！高先生，你也算是领教过童宇性格的人了吧？你只是对他印象深刻罢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差点没打起来。性格决定命运，伟大的创造者又有几个性格 nice 的人呢？正相反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叛逆、不妥协、不配合，这个世界才会不一样。我觉着，一个合格的投资人，前景胜过一切。这个项目确实让我震惊。许多呢，是我从小到大最信任的朋友，童宇也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研发者，我相信他们，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相信他们。你说的话和许小姐一样。哦，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讨论的不应该是童宇了，而是如何合作。童宇的新公司我肯定投资，那么您呢？
呢非常开心，大家能来参加十二星有限公司的项目启动活动，让十二星永远耀眼。现在供不应求，不够卖，要不然你就直接开分店。但是你问问一个明白人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哪里眼前了？谁呀、啊？